子贤，尽管请教。子贤双掌齐出，把球挡出来了。子贤犹豫了，没有让子贤射门成功。黄队的第一点，红尊，上场踢球了。自称戏子内马尔的彭尊，到底这一踢表现会是如何呢？ 黄队的应该会是希望说是进球之后再递上欢呼打滚。内马尔，内马尔，这个名称可以对得起。他是老节奏，内马尔，节奏来得很快，应该用打滚庆祝才对。现在就要看蓝队的第一点，子贤是能不能够讨回这口气。 这一步，接下来再说。这个方向真的是没有掌握好，他一样是想要踢得比较细腻，是在边边角角的地带。OK， 但是把握度没有那么高。现在压力是落在了蓝队的第一点子贤身上，哎。子贤这时候压力山大，这个时候就是不用想踢就对了。希望他扛得住啊，一个小猪跑起来了。 我直接讲啊，你再不进球，该糟。我们这个项目非常依赖你，这球你是一定要进。好，你不进就对不起大家。上去。好，一定要进啊！主球队啊 ，One Two Three。加油，这球一定要守下来。好，加油。好，现在黄金进球是，加油。轮到黄队的第一点了，曾毅翔。 在助跑之前，他都会有一个小碎步的，你知道，来回仪式感。对，而且他的双手背后面，像老先生在公园散步。但这个时候，谁家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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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
今天也进三球了，现在压力又落到了子贤身上了。踢你想踢的，加油！好，自己来啊，看他转哪一边了。轮到子贤的表现。子贤踢进就继续踢，没踢进蓝队就落败了。面对曾毅翔刚刚进球的这个气势，子贤会怎么样突破呢？曾毅翔击中，又高球进球，子贤进球。